今儿个下午的早，领着这四个小孩上西湖公园去转转。我要玩过山车，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玩一遍。跟着我出来就是大的领小的，可省劲儿。越人负责越不要丢了啊！准备去玩镜子迷宫的，越人发个棒子，省得说撞到那镜子上了。我天，这一边，这一边到处都是人影。里面不下雪啊？里面不下雪。哦，还有下边。这镜子迷宫也太简单了，一小会儿的可走出来了。我想买点东西。等等了，玩了回去的时候再买东西，要不然拿着不好拿。可可，你负责驾驶船，带着妹妹啊。带着我小雅。去吧。好了，走吧。咦、看看这俩人，屁股把人拉烂了。去坐过山车去，哥哥还坐过吗？那哥坐过，小时候坐过一回，下来都没再坐过了。我一回都没坐过。你还没坐过，一会儿专门去体验一下，好吧？我也没坐过。目前我也没坐过。啊，一会儿都去感受。我也没坐过。摩天轮其实不好玩。树龄一百年。哇，一百年的老柳树了。三级古树。走啦！这小孩都是胆子大的很，哪刺激玩哪。再去玩，哎，那你走，他就敢上了。那你敢不敢上？我敢，但是我要坐前面。好好好。哇，这越来越高了。哇，老头，刺激不刺激？刺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一会儿从屋子回家，我都敢走。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哈哈哈！刺激不刺激？还想玩刺激的哈，哥哥，白死了！咦，我的天哪，晕了！马上开学了，这就是开学前的疯狂。今儿个陪着恁玩，玩到动物园，领着恁去吃好吃的。OK。这狼是不是狗外偷出？不是狗吧，这是狼。跑。哎。把他又看见了，哎，没勾着。再跑跑。他再站起来瞅瞅。看看再看看，这胸膛好大呀！胸膛好大呀！哈哈哈。嗯，他的大狮子。那老虎刚才给我找的呀。那是个狮子。小心他过来扑我，扑你。哇！威慑力好大呀！哇，九鹿头过来了，可吓人哈！可你离那么远暖了，可威慑力太大了，你怕他爬过来了不？我俩跟那玩儿嘞。你看跟那坐的就是可。是不是有点像你给可可呀？啊？看这个猴屁股红的。咦，他专门叫你看看。豆豆穿啥颜色衣裳啊？粉色。啊，豆豆是个女孩。小狗喷喷漆了，回家放的时间长，不掉色。这边刚好有一个啤酒音乐节，领着他们搁这吃也是。好好犹豫犹豫。你想吃毛血呢？好好。要辣椒不要？要辣椒不要？要几个？要几个？你管你自己的，他们要的他们吃。下雨了，人照样还是可多。在这玩了一会儿，买了点东西，准备回家了。别下雨了。